来吃虾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椒盐大虾，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。还记得我在第一集说过什么吗？我觉得我帮你剥虾是一句非常动人的情话。不需要过多的调味，加点椒盐就可以了。再用洋葱和彩椒添加点香气和颜色，椒盐大虾就完成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